名字叫快乐帮工。其实帮工真正自己的付出，真正成就的是内心的满足。我觉得真正获得成就的是自己。如果单凭一个人力量，就是他们家自己去收拾，他可能收拾了三天三夜，可能都没有办法有任何进展。只是我们这么多一群人去帮忙收拾，可以让他省很多时间跟力气去重建。这两天的相处下来，其实我很开心，我可以为这些努力跟这些的人付出一份的心力。其实我相信这就是一个传承，我们只能做一天或是两天，那都没有问题。我们只要能够继续传承下去，然后把我们这一个理念继续的带回去，然后一样再让下一批的人也上来，从我们这样子一个感受，我相信这样一个传承继续传承下去，我觉得我们是会越来越好。其实我们的这个运动就是这样子，就开始做了，要想对啊，不动就不行，一定要动。一想就不行，要活就是要动，所以要活动活动。所以要来跟大自然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跟大自然这么 contact， 你每天都没有真正接触到土地，这种地方它就是自然，它没有任何屏障，那你可以让你的身体跟整个自然 是在一起。可是你平常纵使你来，你可能也中华汤话，在这一次一起手牵手付出的人，这个付出并不是因为他的伟大，而是因为一个选择。希望这个记忆可以让你们一起带着回家，希望你会记得你曾经接触过的人，你们所做过的事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在这一次相遇，这个机会有很多很多的元素在里面，不一定不快乐的事是件不好的事，不一定快乐的事就是全世界唯一的事。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，我们要去接受拥抱每一个改变，每一个当下，因为每一个当下就是我们的未来。